扣扣老师，是现在塑化剂这么严重啊，那早餐怎么办呢？是的，欢迎来到扣扣老师扣印的时间到了。这位听众朋友呢问的问题非常的好，相信你有听过一首歌叫做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毒毒毒毒，嘿，这个黑心的商品呢就这样充斥在我们的这个四周围，就是那个黑心的厂商实在是哦赚黑心钱。不过呢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示威天鹅网络电视台严格的为大家把关呢，筛选到了这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解毒的，而这个呢它是也在荣获了2003年的国家生技医疗品质奖的。是怎么样呢？因为呢这个芦荟汁，它芦荟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不陌生了，但是呢因为它芦荟呢它有一个叫做皮跟肉之间有一个黄色的大黄素呢，那个是有毒的，必须要有一个去皮的专利，它留下了这样子的，这个是凝胶200种的营养素，这个才是可以用的。第一个呢，因为永久公司很棒的呢，它有一个第一个的一个专利呢，就是去皮的专利，第二个就是把它稳定。如果说呢这个芦荟把它割下来呢，48小时之内没有处理的话，就像一堆废草，那200种的营养素就很可惜了。所以呢永久公司很棒呢，它有第二个专利，也就是快好了啦，要有耐心，因为呢这个是最重要的是帮大家把关的，所以呢我必须要告诉大家。再来呢就是它必须要有一个稳定的专利。你不要讲太多，你要讲两个字，成语简洁有力就好了。